哎呀，大家好，刚才那边呢风太大，太大之后呢，我这个声音可能不是很清晰，我在这面呢重新录制一遍。那么当年呢，这个希特勒呀，他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呢，是分为两步的。第一步呢，就是说区别犹太人，看看你是体力劳就有劳动能力的，还是没有劳动能力的。有劳动能力的呢，要去干活；没有劳动能力的呢，才去送到毒气室。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然后呢，送到毒气室之前呢，所有的人都要进行清洗，也就是说消毒。其实美其名曰是消毒，其实就是屠杀，在毒气室里。但是这个消毒的过程呢，你需要脱衣服，你需要把你的衣服呢，他告诉你可以存起来，到时候你洗完之后呢，可以再拿。